好的看，现在是进来就是正经，今天特地才讲的成见最好啊，或者就讲的这个进来很正，好吧？他现在是一个正经，我现在这样给他的两个人打平掉了，平掉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要防止没有进步的，这十个呢，我们要选择啊，叫他的正经。我本来带来偏进去，像这样的对方是没有优先的。偏了以后，我把这进来的挪动好一个动啊，把这个列，这个列调成一个正定。好，然后这边呢，再调整一个正定。下面两个正定，它就受不了了。所以现在是正定对正定，打了个平局。正定对正定打了个平局。偏进对正进，好了，我现在是偏进对正进，偏进以后我偏中找了个正进，偏中正进打了个偏进，平掉，但是呢，我仍然是正进，我仍然是正进。他是这个正劲就不好意思，所以互相的两手两脚都要对正，都要对正，啊都要对正，都要对正，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正劲，我永远打出来，这是一个正劲，哎，我转了一下，转偏了，但我仍然是保持了一个正劲，从这个方向，你看我的两个手出去的力仍然是平行的，对，只是手偏了而已，身体还是正的，这是身形，但是我整个力的方向。我整个力的方向依然是正的，依然是正的。这时候他给我抗的力，他就远远抗不过我了，都斜掉了。斜掉了。那么所以说，凡是出手正中找偏，这样我好让偏中再找正，偏中再找正，对，凡是用了正劲，对抗力就出来了。一有正劲，你看了，那两对抗力就出来了。对，对正。是比较找偏，正中找偏。正中找偏，嗯，找我的，找个偏身镜，好了，好，偏正了，再打出正镜，正，对的，好，再打出正镜，先打偏，再找正镜，对了，先用正镜出来，正镜打偏，偏镜，好的，再打正镜，走正，这时候你们等正一下，先打个正镜，你正镜出来，好，打个偏镜，再打个正镜，是吧？那根本就看不住了。正劲，偏劲，再正劲。顺便请他一下。